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，现在为大家示范的是妲己升华二，升华二的关卡哈。这个升华二，那我们就是先把这个 CD 除出来，好不好？CD 除出来，这个维护力是很 OP 的，所以不用担心了。看看全体攻击之后的效果哈。全死了 ！Holy shit！九大，你在九颗以上按住死。加油啊！哈。这边用一个小小叠珠技巧，这边先叠五颗哈，二四六八九，现在是有九颗啦，其实也不用那么，就是五四分也可以，五四分哦。那你叠珠的功力要够快，所以我建议还是这样子去叠，看得懂哈，五四分哈，五四分哈，五四。就是九了，九，好，升华二，谢谢大家的观赏，拜拜。